抱歉，我怎么又睡过去了？明明约好纪念日一起去祈福的。啊，好漂亮的羽绒花！我在梦里一直在想你呢，也想了一些宝宝的名字。好啊，我好期待呢。西药去，可以看到莉莉娅姐姐了。亲爸爸。和小鸟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哦。爸爸今天给了我好多礼物，我也要去给爸爸抓金色小鸟。获得更多幸福啦！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你就是这样，总让人担心。不要担心，交给我吧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呢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倾尽全力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 早上好，爸爸。呀，爸爸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因为怕爸爸担心，所以就偷偷交上去了。果然还是瞒不住了呢。但是我知道爸爸会支持我的决定，对不对吗？嘿嘿，我现在是大孩子了，不能再依赖爸爸了。而且，爸爸。 你那时候的腿伤还没完全好吧？要在家里好好休息哦。以后就靠我来保护爸爸啦。其实，我打算现在就去冒险呢。马上外出前往遗忘森林吧。是我该和谁一起去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，因为我没有朋友。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努力吧。 可以在这里买到新衣服、新武器，还可以看歌剧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在这里找工作吗？可是，我也想赚钱嘛。啊！哎呀！呵呵，嗨，咦，哦。对啊。阳广场的黄昏假日乐场给我发了工作招募单。说起来，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有很多都在工作了呢，让我也给家里分担点吧。我懂了，我会做出自己的判断的。嗯。啊？